当初是如何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件事。这次攀岩其实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不知道他每一个动作要怎么做，是一个未知的事情。你要想完成一座山都不简单。攀岩就是想要征服自己嘛，挑战自己，想要征服这个岩壁。你如果去想后果怎么办，危险怎么办，可能就没有办法突破吧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这个下雨怎么搞啊？通过你的认知，你的技术，你真正的在这个岩壁上走出你的线路，这才是真正的攀登啊。加油，你今天必须站到山顶。真是不想爬了，我要回家。